西方人都好遠，係啦，唔緊要啦。麒麟係香港神獸啊，而家。唉，即係我哋功夫嘅顯示我麒麟。我冇啊。鬧交。我同金金把聲都夠大㗎啦。我係住咗荃灣同埋葵涌一段日子，咁而家喺荃灣住。我哋睇到成個荃灣嘅市中心咧，已經係非常之多自由行。咁咧，初一初二咧就少咗啲啦，琴日已經係多咗好多啦。咁咧，今日揀愉景新城呢度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反對呢個愉景新城咧喺大翻新之後咧。趕走咗咧好多嘅小店同埋服務地區市民嘅一啲店鋪，多咗好多服務自由行嘅一啲商鋪，所以我哋今日亦都希望愉景新城嘅管理層或者商場代表咧，都聽到我哋嘅訴求。我哋好希望愉景新城繼續係一個地區服務香港人嘅商場。第二樣啦，就係大家都見到自由行咧係好多，但係田北辰。身為港區人大，身為新界西立法會議員，身為呢個愉景新城嘅區議員，竟然話仲要增加自由行嘅城市，我哋而家鄭重要求佢收翻呢個議案或者建議。咁咧，我哋認為如果人大代表即係其實啲牛鬼蛇神啦，就係想去表達香港人嘅意見咧，我哋認為只有五點嘅啫。咁啊喺度大家都有噶啦。講幾句啦嚇，我哋認為咧，港區人大係冇民意授權，唔好亂咁講嘢。如果佢認真地聽到民意嘅咧，得五個嘅啫，就係、是、取消深圳户籍一千多行，同埋要求大陸政府唔該做好食物監管。第三就係邊境購物城咧，就並非解決方法。一間啊，金金大師會講多啲噶啦。同埋香港人係唔贊成再增加自由行城市，而家已經49個噶啦。如果再增加田北辰所講嘅三個咧，就更多自由行。最後一個咧就係田北辰話改為1040到50行咧係冇作用嘅，因為而家好多跨境購物人士都係禮拜六日嚟，大家計下啲禮拜六日一年咧就係40-50啦，40至50個啦，所以係冇用嘅。好啦，亦都咧多謝呢個麒麟嘅神獸，香港嘅神獸咧就哇喂，所以過嚟啊啲朋友啊，喺後面啊。你記者朋友拍了一張照片，仲說增加自由行城市這個田北辰，我們認為是不可以接受的，不可以接受。所以呢要跟他這個開年不是拜年，這樣呢就告訴他知香港人的訴求很清晰，就是 不能夠再增加任何的自由行城市。麒麟是代表人壽，年初二區業樓，年初四打倒田北辰。好，咁咧，好希望咧，就自由行嘅城市可以唔好再加，亦都取消一千多行。好，交俾金金大師講幾句，喺北區水貨關注組。我諗第一樣嘢，阿田生佢講過話增加嗰、那個自由行城市，佢依個所謂增加嘅意思，我希望阿田生真係要收回先，因為既然我哋香港嘅旅客承載力嗰、那個一個新嘅報告未出之前，佢已經冒冒然話要去增加，咁佢有冇真真正正係去睇過啲數據，或者我哋嘅香港嘅承載力，或者我哋嘅旅遊景點夠唔夠呢？如果咁樣冒冒然去增加嘅話，只不過係加大咗我哋香港市民嘅壓力，剝奪咗我哋香港市民嘅生活空間。所以我以至其他所有組織，以至阿譚生都係會覺得
呢樣嘢係要各自以致取消嘅，應該係要有翻一個好好嘅規劃，或者嗰個自由行嘅嗰個研究報告出咗之後，先去再作更改或者改善。而剛才譚偉芳有講到邊境購物城呢個問題，我諗大家傳媒朋友都知道個邊境購物城係大概會係喺黃巴士附近，而嗰個位置青山公路嗰段路是非常狹窄的了，而業界所說的最多每日的流量是3000人，3000人只不過是免那陣，那其他那些1000多行的人以至自由會去哪裡呢？依然是會大量地去涌入我們各個的社區。當業界經常說要去開拓不同景點，我們香港的市民就發覺他們所謂的景點就是大量的商場，而不是真真正正的一些本土景點，而他們這些所謂的商場景點純粹就是招呼大陸遊客，不是招呼其他 國家的遊客，這點我們覺得是非常反感和反對的。所以今天我不是跟田先生拜年，我真的跟他開年，他阿哥都懂得去說要去顧及香港人的感受，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近來葉劉多了，葉劉就被麒麟掃走了，我也希望這隻麒麟掃走了田北辰。好，我們喊幾句口號了，各位在場的朋友都一起喊取消1000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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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行封頂，自由行封頂，人大不代表我，人大不代表我，田北辰不代表我，田北辰不代表我，人大不代表我，人大不代表我，自由行封頂，自由行封頂，田二少不代表我，田二少不代表我，麒麟區二田二少，麒麟區田二少，麒麟區田二少，麒麟區田二少。我哋認為而家嘅情況咧，就係今日就荃灣，之前就沙田同屯門，下個禮拜日就到元朗啦。元朗仲係光復嘅添。咁啊，今日都係我哋有主辦單位，我同阿金金大師，我哋希望盡量控制場面。但係我相信下個禮拜日嘅光復元朗咧，是另一場真係大戰。我哋好希望，無論係人大代表呢啲牛鬼蛇神，無論政府都切切實實回應呢個訴求，就係取消1000多行。好，我哋講多次大聲啲，取消1000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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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咁啊我哋去到田北辰嗰個門口再放咪嚇。咁啊，而家我哋行住先。好嘅，我哋要擠個啦。揸行先，係第二。好啦，我哋揸。我門口交埋先。呢個係邊曬？你話邊邊啊？哦，其實聽你聽下呢邊，呢邊係嘛？停止增加自由行城市，人大不代表我，人大不代表我，田北辰不代表我，田北辰不代表我。
田北辰不配做區議員。田北辰不配做區議員。好複雜嘅，你唔好咁複雜，好唔好啊？人大不代表我。人大不代表我。田北辰不代表我。田北辰不代表我。麒麟會戰勝歸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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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二區葉柳。年初二區葉柳。年初四區田少。年初四區田少。好。慢啲喎，哦 ，OK 啊呢個，你睇下我哋做得幾好，冇一間商鋪係會落閘嘅。麒麟會戰勝歸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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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行封頂，自由行封頂，取消一千多行，取消一千多行。我行得啦，我慢慢行。唔好阻住人做生意，發展經濟。取消一千多行，取消一千多行，取消一千多行，呢個你冇殺傷力，你大我啊！你搞萬，所以我想搞翻去。其實咧，大陸都好多萬寧，中國人用中國貨，中國人用中國貨。好啦，我哋咧希望自由行封頂，我哋亦都希望咧啲商界咧唔該。就不要為一時利益的犧牲香港人的利益，不是一句在商言商就可以在香港人傷口上撒鹽的。所以我們很不認同藥房的老闆或者大企業的老闆不斷在這裡開一些為自由行服務的一些商鋪，犧牲香港人和荃灣人的利益。喂，荃灣沒什麼不犧牲的，台下去第二道啦，荃灣是我們來的，街好，我們走了，荃灣不是我們，什麼叫荃灣不是我們來的？哎，行啦，我哋咪住先，我想問下，屌你個閪！你搞清楚你喺度做緊啲咩啊？你有冇睇清楚啊？取消自由行啊！你有冇睇清楚啊？石阿佬，你有冇睇清楚啊？你得做樣啊？哇，係係咁講粗口嘅，依個咩人嚟㗎？好，我哋繼續。哇，係幾咁講過你？其實你係咪一個乞衣嚟㗎啦？請問，你個仔女係咪大頭奶粉啊？食開。係落去，係落去。我哋今日，我已經唔激噶啦，我冇講粗口第一。好，唔好理佢。我冇講粗口。今日我俾面，我俾面打傷，我冇講粗口。守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嘅。如果係我嘅抗爭，如果係我頭先追擊佢啦，大佬，我真係俾面啦。阿譚海幫你噶啦，大佬。多謝你啊！我真係追擊佢啊，大佬，算得係咩啊？一個乜友喺度買麵包。我哋揾張膠紙黐住佢先。慢啲，慢啲，好，再慢啲，好。嚟嚟啦，好，嚟啦。我哋希望咧，田北辰明白荃灣嘅人嘅疾苦啊。我企唔穩添啊！田北辰企唔穩係嘛？啱噶啦，田北辰係企唔穩噶。唉，擲住啦，擲住啦。好，我哋講多幾句啊，咁啊，同埋我請願信喺邊度啊？你啊，係啊，係啊，呢度你揸住，你揸住，係啦，好啦，今日咧就田北辰嘅助理話嚟收，唔知去咗邊咧？有冇喺度啊？咩啊？蝕咗啊？哦，咁啊算啦，細膽嘅，好。咁咧就嚟啦，好啊，我繼續講啦。大家都知譚海邦係以事論事，我哋咧係好清晰嘅。今時今日香港搞到咁樣咧，係完全因為
呢個大陸食品安全出現問題，所以如果人大代表真係為香港人出發嘅利益嘅話咧，佢唔該咧就唔好提埋啲咩增加自由行城市啊，又話咩一千幾十行嗰啲啦，就係叫大陸政府搞好個食品安全，呢個就係最根治嘅方法。我哋有五點，我都不我再繁講一次啦，就係取消深圳户籍一千多行。啱啱2014年已經係千幾萬嘅人次嚟咗啦，呢啲當中係好多水貨客同埋跨境購物人士。第二就係要求改善呢個大陸食品嘅安全監測。第三就係邊境購物城係唔係解決方法嚟㗎，只會令到水貨問題咧變成常規化咧咁嘅大禍啦。好啦，另外特別同田北辰講嘅就係唔好再增加自由行城市啦，即係佢呢啲所謂嘅建制派嘅人士啊。另外就係1040行同埋50行咧係冇作用嘅，所以我哋今日鄭重要求我哋嗌下口號咯，取消1000多行，取消1000多行，不增加自由行城市，不增加自由行城市，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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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行城市，自由行封頂，自由行封頂，麒麟會戰勝歸來，麒麟會戰勝歸來，好咁啊。黐喺嗰個閘度，我想同佢競爭得唔得？唔得，冇啊，少少啦，田生入啦。唔係喎，冇嘢，咁我自己都飲嘅。好嚟啦，你有第一步接住對酒喎。佢啫，有佢咯。好啊，係咯。你覺得你個黐得穩㗎？試下試下啦。係啊，田生田本身都企唔穩，你咪由佢瞓喺地下咯。好，咁咪睇下佢瞓唔瞓啦。我哋希望無論佢定佢嘅助理，禮拜一會收到啊。喺呢度，呢度啦。但係呢啲就黐埋雲，點都係。好啊，嗱，睇下佢穩唔穩啊，唔穩就算啦。雲點都係。收貨啊！我有啦，你揮春啊嘛，咪要擺長喎，應該對對長。我都話啦，你食好啊，好啦，食唔到，啱啱同你
洗手佢哋去幫你送咗俾你啊！我哋死啊！死啊！啱唔啱先？個助理又唔肯嚟，咁少啦，係咪先？咁我哋佢唔咩啦，我哋同佢拜年啦。Thank you.